这段时间变起来，你个查甫已经出起吼，差不多剩半点钟尔吼，就要闭班啊啦。啊，我前年自己吼，我有迄个机会啦，无时间拢先前年咧自闭啦，吼，台积正咧自闭吼，啊，感觉这个病较重啦。啊，拄好伊吼，我这个机会，我想讲，若前年自闭呢，遐咱就有人在遐遐听遐研究啊，是无？啊，前年就讲啊，叫你啊，互你安尼。自闭一下，安尼讲好好啊，感恩咯吼。以病示穷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其实好啊是无啥物道理啦吼。啊，尤其看到啊，遐尔咱个神啊，佫是看是我心病哦。啊，对咱个中药，伊个中药有33种，今日讲到28种，后手剩5种哦。所以讲吼，恁大学个课程拢贵啊，中药个课程也是要毕业啊呢吼。是真无简单嘞，你拢读大学安尼，所以讲即个毕业咧，就咪讲起来讲会使发毕业证书啊，是看安尼，吼。所以讲剩下个境界拢真悬，几十年，迄个修持到即阵嘞，吼，听过足济个经典，啊，即个经典就是人圣人所行过、所记载，到即阵2000多年，大家甲伊公认，吼，伊伫啥物拢讲。啊，社会也好，国事也好，人甲人个中间拢讲啊，因为吼啊，孔圣人做过个上大夫，所以讲个时阵呢，伊看人看足济，一人无奈安怎做吼、哦，所以讲个是经过伊讲过个话，到时阵2000多栋啊，大家听着孔圣人拢甲比一比吼，唔比吼，但是咧讲较像。讲经典就讲啥咧讲吼，真歹讲啦吼。因为经典吼就是较少，唔比咱社会会当加油添醋，加油添醋。讲一寡故事有根据无根据吼，讲经典就是提根据去讲。今若无社会咧讲是无讲根据的吼，啊就凊彩编，啊就凊彩听，啊捌了毋知捌到底，啊正经知也袂了包啦吼。上过去吼，我若听咧演戏的吼。啊，就咧讲好，面腔愈靠多万里长城啊，安尼啦吼。迄阵嘛唔知呢吼，哦，讲安尼下身的面腔愈会安计量吼，迄个纹身的啦吼，啊，就吊起咧做万里长城啊，啊，就去死伫万里长城啊，啊，为着吼好，靠甲死来活去，为着要找伊的骨骸吼，也着要下身，用迄个花胶画用花啊，点伊的骨头安尼啦。啊！结果叫找着名后吼，伊怎啊歹啊？目屎死淹水啊！啊！拄啊一个老人吼，甲讲吼，你安尼袂使，拢迄个骨头见青吼，啊，佮目屎安尼啦吼，把你会做僵尸啊，安尼啦吼，就爱用一个布袋甲袋咧，啊，甲歹咧，安尼吼，歹登去厝，我歹登去做庇护啦。即摆迄个有缘才找迄个土，迄、那个老人啦，讲伊就爱顾伊翁，就叫迄个讲变成嘛，就土地公啦，安尼啦吼。我听下个故事。是安尼啦吼，这大家搁看下吼，安尼吼，也若要甲讲起历史吼，平丘禹是出世伫公元前548年，吼，548年，也若是秦始皇是出世伫公元前214年啊，因两个相差拄啊，岁数拄啊差334岁啊，到平丘禹的时吼。死后300多栋才出世，真死哦，安尼啦。也唔知当时即个面腔路吼，也靠多万里长城，迄唔知安怎靠的。其实伊靠有，其实个故事，迄个真正就是，伊面腔路因翁纪念骨头都失常，无啥货啦。啊，从好伊武功都好，功夫都好，咱叫去刀棍正路嘛，哦，这种四平鬼安就对啦。我阿奇真正杀敌多厉害，哦，迄呐，差人咧小台吼，都一定拢死之前是无退牌的就对了，无作用。啊，了后建到尾后会反钱，吼、哦，过来个国都嘛是去交钱，建到尾后吼，煞来死。啊死吼，连窗都唔打，啊靠，甲死来活去啦吼，要靠甲成为一个坐国的国相吼，迄坐国的理想，上面窗都遐尼牢靠，做干面窗都呢，像咱即阵的人。像是一老人，一老伯做做外靠嘛，拢看你头条的，头条嘛啊，即阵啥，安尼安尼，哦，啊像是一咧靠的，哦，哇，
有一条有一件条安尼就对了吼，安啊先去泡干先去一个工作，伊泡干吼，伊的结果经过头尾十天，迄、那个城崩一角，结果的城崩一角了哦，吼，唔是迄个万里长城靠崩去哦，是因结果的城去互崩一角了，安尼就对了哦。但即满唔知安怎现啊，斗到对吼。三百万以后的迄个金丝熊就万里长城，我安尼明枪路靠多万里长城安尼就对了，哦，所以讲吼，到那吼，实在讲叫阿无聊包的啦，咱爱斗，咱爱听吼，哦，啊，煞成为一个故事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袂着我正个正气，我袂唔是用，袂是用安尼，所以咱过去吼，啊，结账啊吼，咱当时啊人，我才爱用结账吼，伊嘛无用蒙拜啊，乌一个窟啊，怎啊甲撞咯，安尼尔。哦，怎啊平平嘛，无无辜啊！哦，啊买份嘞，想讲安尼，有当时啊，若要去拜拜，哦，还是要去拜佛，我啊找无啊，这个问题是对啊，较早就是这，啊，这都问题对啊，啊，大家怎啊乱去？啊乱去嘞，买份嘞，为了用砖啊，啊为了用石头，啊就甲写两字，叫做糊涂啦吼，糊涂，安尼。啊，是咱这糊涂的意思嘞，哎，即阵人讲吼，吼，啊做土地公。其实当河土，即个后裔的后嘛吼，那个土土地土，河土意思讲咱后来拢归土啦，哦，附带加下就成的嘛吼，咱到食了后来归空气，到尾拢归土，叫做河土安尼。你通有一个蒙古甲一个蒙白，河咱若要去祭祀，要去拜吼，我要去拜吼，安尼有所在通找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即摆来吼，想讲吼。即摆了，我演变演变间讲吼，唔知上界讲吼，好火土就火地公啦吼，地火就变成化地土就火地公啦，哦，所以讲啦，做风水边啊就甲做一个土地公啦吼，土地公伫遐过恁老爸的梦啊，安尼啦。我爸安那想想，我讲，啊，阮是大人是好灵好热啊，迄福德正神呢，啊，等我好福德甲过呢，哦，安就无简单的任务啦咧，吼，对唔对啦？哦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就是咧无教啊，旧咧都无读啦，啊，大家都爱做，就照安尼做对啦，吼，安尼啦，啊，人嘛无甲你讲安怎啦，吼，人嘛未甲你讲安怎，啊，无唔对，人唔对去啦，哦，所以讲咱世间有当时吼，对真修行较实在，哦，较实际，因为咱修行遵照圣人的道理所讲，但是听了虽然是较少，哦，唔过咧有内容，啊，因为教咱自性。哦，不行，之前啊，叫我听过，我咧讲，互我休困一下，无啦，哦，那不是干之前啊，到尾啊嘛是爱有礼貌啊，啊，你干那闲你啊，无大无小嘛袂使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哎，咱人若无礼，天啊就乱啦，所以我劝你看到这点呢，啊，无礼不起，把咱教啊，做办啊人事，啊，讲来讲去，就是咱的心，总共就是咱的心，啊。因为咱的心呢，本来是咱真正的良心、佛心啦，啊，生来世间煞变成我人心啦，哦，所以讲咱修道老师甲你讲的修道修心，办道修人心，啊，啥老师会甲你讲修道修这粒心？因为一切的变化，就是讲对你这粒心作怪，啊，这粒心就像讲心高意嘛，一拍三千里，见你底下坐。多些其他小工吼，时间晚啦，要回来，安尼啦。诶，我囡仔伫厝啦，我孙伫厝啦，啊，我也未煮饭啦，迄心已经走得出啦。哦，有时啊，听者讲，迄个经理太拢知，我捌做过店长，啊，我嘛捌做过厂长的，安尼啦。有当时啊，头红的心的，都后尾了故乡就送去树林边啦，安尼。我做工课皆未做的呢吼，所以讲无法度达到自性不息，咱的心。一拍三千里，把咱想过来，把咱想过去，安尼啦，心袂定，心袂定，吼、哦，阮那个心时时都在变，啊，修行嘛同款嘞，你若真正无落心，无落心嘞，时间到，时时都会变嘞，吼、哦，即是安尼拄啊安尼，大家在修嘞，你若毋是真正落心，自行来做，互你真正来体悟，了解到的事情较宝贵。大体上天，我才会当了完。是我家己，毋是咧想什么人的，什么人甲我安怎，我嘛是要修。因为吼，
受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咱的心绝对袂使变，唔通小可受咱一寡影响，咱心就变，安尼咱道会去个，要无就到迄个精髓，道要无就到迄个精髓，到迄个脆尔啦，到根尔啦，吼、哦，干那有人有在听啦，安尼，有人我着国声声，我着有在听，啊，着来道场，啊，听听就当啊，啊，就讲书啊，安尼就对。啊，所以心是甚物人？讲书，讲书为着要讲互咱听。哦，伊爱研究外久呢？哎、欸，爱研究外久呢？有人写要变讲，迄有一帮拢老江苏呢。哪讲少年来江苏哦，下山手穿呢？要投入这个摆干啊，穿一只，互咱大家目睭金金看，伊怎啊共行到怎啊？安尼讲安穿安穿安尼。哦，所以你莫看江台好徛呢，啊，无好徛。哎，其实尤其哦，无好徛，又搁真歹讲。你自从圣人呢，迄、那个建议，伊所讲的，伊表达出来吼，哇！伫咱两千外冬吼，诶，咱也有听过伊讲过，吼、哦，现当今单看伊的经书，安尼来咧讲，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以文字来咧讲，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也会是呢，大家就这里咱一个神圣，咱神圣，所以讲圣人的尊贵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是多行过，互大家甲肯定，那你家听的人要甲伊肯定，哎。所以讲，有人先来讲道理，就有人先提圣人的话来讲。这圣人什么人讲的？经典什么话？来做起头，啊，分话你出去分话，你慢慢看咯。一乌白皮，乌白皮，讲啊，这敢有经古古古？你莫家讲，我家想来讲。啊，顶有哪像你家想家叫的，安尼。吼，啊，你头前有圣人，这圣人讲的，哎，这圣人讲，这不圣人讲，哎，人念念，我讲唔通圣人讲。吼，我即阵的人吼，地位非常的好，哎。网络嘛，做管咱用，诶，做管咱用发达呢。即句的意思，迄网络干查落去，诶，意思就解讲得清楚些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科技吼、哦，啊，非常的发达。啊，当时老师甲你讲的，咱的心的问题，所以讲叫咱爱想迄条心安尼尔。讲做简单啊，吼、哦，唔多要做的吼，吼、哦，我甲体会会真尔困难。啊，这条心是要安怎想啦？吼、哦，叫咱唔通安尼的时候呢，吼、哦，动心。啊，是伊啊，迄就安尼吼，人讲两句，啊，就无啥欢喜，吼、哦，脾气毛病特别三心，我哦，这个心态真歹受啊，吼、哦，真正这个心有够歹受，啊，那好讲两句啊吼，会感谢慈悲的吼，拄啊伫佛堂会感谢慈悲的，啊，先配起来，甲你念两句吼，咱会感谢慈悲啊，安尼，唔过迄感谢慈悲吼，迄心好好。迄那是护念度，安就对啦。心，诶，心不弯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心不弯，啊，我今仔无做唔对，也着互你安怎样，安怎样，随有咱时间拍拍世界，心基本可能就准备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出去闹弯道，过迄个石头，经过迄条路，安尼尔，爬无难啊。脾气就发个坚强啦，就讲吼，这是安怎做才配下？啊，啊，咱若无安怎样，啊，生活下也袂体下，也袂安怎样好，袂使这样。哦，安尼有落实无？无落实。有会使咱听过来十年，无改变，啊无改变会怎？会翻滚翻滚，哎，唔是等于哦，哎，搁翻滚翻滚来滚头安尼哦，哎，迄个造出，迄毛病要造出来哦，变成安尼。所以讲心太贪心，啊，真正就爱落实，真正爱志强不息，唔通结棍啦。小看一个天文模式之意，好、哦。无老师袂叫你修心啦，修都是修这粒心尔。吼、哦，你这粒心若修好，就差不多啊，水不从不犯你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的人生必须爱美化，爱净化。吼、哦，心若要经过美化甲净化，无法度产生伊的真善美。啊，迄、那个真走袂出来，真善的善也走袂出来，迄、那个水嘛走袂出来。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有当时啊吼，咱若要大家讲，你真正的自性流露，真正的迄个、迄个真的心吼，就无简单啦。唔是咱修行人，社会佫无修行人的迄个爱心吼，有当时啊，咱修过来，但是对人袂对，哎，对人袂对。有的人专门咧饲许无人爱听的囡仔咧，你看，该饲到安尼大汉咧，吼。啊，迄咱迄参咱有甚物关系？毋过人偏偏就会安尼做，咱想的人到我都安尼做。所以讲人的真，吼、哦，实在讲吼，伊怎啊讲呢？看透一切，世间无是人是咱的，
真正真心的付出，伊甘愿安尼，真个刻苦来着，为着照顾遮个无。所以讲有意见的，咱收银员先收过来上面，对也袂对。哦，啊，你若无经过迄个理化甲净化，你个水才走袂出来。啊，要无下身表面拢作水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我著讲过，较早迄故事吼，两个阿仔我是相骂吼，诶、欸，啊，著乖啊乖，唔袂袂啊，安尼啦。啊，咱人搁较好，嘴干子都相骂，相骂。你较早一个嫁一个翁真真大苦嘛吼，哎、欸，啊真大苦吼，哎、欸，林先生吼，真拍命，不过吼，拄好好咱摆一项啦，较无啥爱洗身躯啦，安尼啦。啊，伊洗太太洗做真漂亮，吼、哦，真苗条，啊，都爱洗，哈、啊，一来就开始照镜子面，我好是互你挂饼，难怪就咧裹安尼啦吼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日洗过两摆身躯。啊，咱老人家子，迄老人家洗来身躯多些咧。要画温暖洗身躯呢，画一世人，有人啥无啥洗身躯着呢？拢看用面部爱面油的，安尼尔，安尼嘛有，也嘛有迄种人，安尼尔。总以有人就拢有嘛。要是伊针对阿仔某煞烧面啊，哦，我烧面吼，因太太哦，查某是火神，查某是水神哩。遐因翁想讲无啥爱参与哩吼，好好因太太就哪无伊哩吼，甲无我讲吼，人若伫烧面，你拢啥物件？若无人甲要烧泡面食食，那是爱拍是情就对啦，那拢是咧官戏的。遐若有外人客吼，好伊就见你安尼，哎，我了嘛，人伫共讲啦，啊，我是把单做好数啦，啊，啊，我唔通，安尼啦，啊，做大家好，其他有无？大强安尼人单加袂好，安怎咧拍？有人先你单只阿妈妈单讲无，我讲了第三只。因阿拉伯拢无受伤，去咧第三只，所以讲我有够唔得啦，啊，共讲只讲，好起来弄就好起来弄就啦，安尼，安尼有好处哩，若无好处，其实你若老板会插伊吼，两个念念讲讲的吼，安就煞去啊。哦，啊若听讲好，也吹念念在讲的，我一定甲你出来甲相拍，安尼啦。啊若无吼，念念的啦哈，你莫去拍者。你若拍拍的，若真若艰苦真远，若拄啊安怎吼，带去病，也是开咱的钱啦哈，迄有哪会赚大钱啦？安就对。哦，哎，啊所以讲，其实呢，啊你若哪插伊哪有事啊，啊两个阿伯是上面。哦，我就压到有够歹听嘞，吼、哦！迄人讲吼，迄未使讲就唔通讲你吼。伊当一个人嘛，分段较分段拢无遐细，我讲哇，上分你呀，食甲才大苦啦，吼！就我屁啥嘞，食甲才大苦啦，呀，歹洗身躯啦，好有诶无？迄查甫听着讲歹洗身躯咧，也吼，啊未呀，大家来也好，心情就我也放平嘞吼，吼！呀，是大你呀，一日洗个三四摆身躯啦，啊，我分钱互你我拼啦，有啥物路用？啊？我是水心不水心呢？我心地是作好女啊，那其实俺心地作好嘞。啊，这心无水哪有要紧，对不对？无水哪有要紧，因为我心地太善良了。啊，像你啊，你个心地乌心啊，拢是咧骗人、参人计较啦。啊，自己歌写过来歹辛苦啦，写千字哩啦，对不对？他写嘛乌心嘞，诶、欸，今天人听我女啊，今天讲了女啊，哦，我有发发多伊人要发脾气嘞，安尼嘞，诶、欸。啊！伊当下伊若歹甲压，伊袂甲压。啊！即摆压到尾啊，两个好好哦，有够见效的。迄人毋知影，但是拢教我听啦。迄阵两个才带咧后悔啦，哦，以后咱毋通安尼咧压。本来人我毋知的吼，啊煞要毋知，都像咱修行同款。家内孙不够外哦，道中有歹就蛮外哦。哦，温恶宜良善，伊安尼压听到哈，我修行人讲外好。嘛袂啊无食，甚物人讲话先生嘛，想到尾啊，安尼到处去啊啦，吼，安尼啦，吼，变成安尼，啊，人讲他有遐多话好啊，吼，所以人性呢，先讲讲爱温和宽容性，吼，啊，咱了啊修了啊改变，咱的心地会修到会真，迄个佛心会走出来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佛，修到迄个佛心走出来，啊，你做主就是爱，就是有主的心，你家己讲你就会去度啦。这是你的职责啊，因为你有佛的心肠啊，你就会当救世度人，啊，当救世度人。哦，啊，你哪爱做自然，你的善就走出来。哦，好人有够善，做人有够好呀。哦，啊，实在轻声细碎啦，安尼啦，好，甲你讲哦，好人你修行吼，啊。
够济啦。较早无咧修行，安怎即摆修行哦？哇，先生呢？哦，食家己个，不拢烦恼别人代志呢？你有够慈悲，有够善念呢？哦，就免讲人，但讲即个人心地一定足顺，啊，一定善念佛心啊，当然是顺的。哦，所以咱若爱心修到真善美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心念呢，可以用思想，咱个心念用思想，心看偌厉害哦。诶，咱个心念会演变思想，我咧想，我咧思，我咧想，我要创啥，我要创啥，我要创啥，想足济哦。迄个社会无了解，想我个思想上好，迄个物件出来呢，迄想迄牙齿啊，连替人摆扫偌济足水呢，啊，我想迄也无钱，人家买伫咧想。唔过思想到尾啊，会改变伊个行为，嘿。思想安尼想，想到尾我无想变怎，因为知道个无来听，无来听偷听，安尼，阿袂用心个方式，变个行为渐渐就走。啊，阿行为呢到尾呢，怎啊偏偏甲怎啊习惯，怎啊习惯性？哦，啊你个一路安尼来咯，怎啊安做做做做个怎啊习惯性啊？安尼去做啊？哦，啊你来做甲习惯，到尾个呢决定你个一生。啊，修行嘛，同款，哦，伫社会嘛，同款。你若做啊，思想无好个念头，一到尾啊，有人时啊呢，你着落格，啊，有人时啊去提物件，啊是安怎呢？到尾你着叫我怪。啊，咱若是闽南呢，你个思想若健康有好，处处着是为着兄弟姊妹。我出来着是要高度重视，你个思想安尼想，你个行为着是来拜访道亲。提一寡伴手来，我人遐通建立感情，啊，准备较多，就爱做种，哎，你的行为渐渐就走出来，讲先的行为就走出来，哦，改过就习惯啊，言辞就袂调啊，哎，那这一个想讲哦，就爱想到自然不息，哎，我人遐来今仔来我人遐，哎，来多伊啦，还是来甲拜访一下啦，来甲宣传一下安尼，哦，自然这个行为就产生了习惯。你无去做足艰苦啊！你若到恁这个心境的人，你无去度兄弟姊妹，无去诶助边兄弟姊妹呢，自然你的心会艰苦呢。因为今仔兄弟姊妹未成婚，哦，因为我想要成婚，我所爱嘛兄弟姊妹会当成婚，所以讲你的心已经达到这尔啊水啊吼，诶，真善美啊，自然而然，你着心里是惯性，你着安尼做啊，免人讲，你着自然着做，哦。无像咱有阵时啊吼，修行着过人夹，啊夹通鸟性，安尼着对。吼、哦，有阵时啊吼，啊做一个淡薄，也阁毋知影家己个职责。吼、哦，实在讲吼，修行真闹剧。啊，因为吼做摊主有摊主个职责，做组长有组长个职责，啊做领袖有领袖个职责，助理有助理个职责，啊。咱修行个人是尽职责，尽咱个职责来去做，毋是咧甲上修个，哦，大体上肯做，咱才会当了悟，把只咱会当回向人报，哦，这是咱每一个人应该做个职责甲义务啦，哦，不过来讲呢，不必呢太在乎家己个感觉，哦，咱人拢在乎家己个感觉，哦。只要都在乎别人的感受咧，拢无看到人的感受，干那阿伯咧感觉安怎，感觉要安怎，感觉安怎啦？你想你对，你讲你对啦，啊，唔知你安尼做人的感受是做安怎样？哦，咱爱退步去思考，我安尼做人的感受唔知安怎？哦，都唔是我讲我对哩，哦，嘛爱思考讲看看人的感受安怎？人的感受若好，会咱做这件代志对啊？哦，唔是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好、哦，因为咱是一个大团体，啊，一个大团体、大家庭，哦，所以我袂使讲意气用事，我阿要安怎就爱安怎，必须看人的感受。啊，若安尼呢，你有去关心过后，大家都有一团的好气，各个地方都有一团的好气。好、哦，那安尼就做了就哪想吼，比天公的修更快。一闹有人带，话有当时啊一寡代志吼，啊就带啊磨蹭吼。哇，是用心肝在面上痛苦，吼、哦！有人写信到尾啊，我来看，我今仔来行这条路，吼、哦！兄弟姊妹讲安尼有道理，讲到这面上好，还有人写含体谅都拢无，比社会搁较吃力，吼、哦！啊，要咱体谅是虽然我
嘛较毋体谅，咱人拢咧怪别人，拢咧怪别人，袂怪家己。每一个人来咱退一步去想，一个前辈才会咱体有护法，护法会咱尊敬前辈者，上下好气。那爱就是说，模范的家庭同款，一个模范的迄道分同款。迄人来讲嘛，讲好，你管到，大家把先生活好气咧，大家作慈悲的咧，嘿，什么人讲的？大家的功用，不是个人的功用，大家的功用，所以我希望讲吼，爱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较重要。唔通嫌嫌，是要慢慢嫌嫌别人收办多，迄个环境足好，只要看管家己的收办心境如何，有人讲啊，我无法度啊，人个经济遐好吼，人个生活遐好，人个遐有钱吼，人个收闲办多吼，唔才有法度，啊，我才有法度啊。干脆一块下身嘞，咱嘛收甲一单数一票友，咱伊嘛是安尼在路方嘛落在其中嘞。干那有迄个道理，人爱正正经经如林清烟如林国平嘞，不是安尼乱条条，迄个一身看偌好，像咱拄着迄个都看偌好，如林清烟正正经如林清烟如林国平嘞，迄打一些块国平的监管，惊就要杀了板凳青鸡。迄个一生看安尼，时时冷调调，下头尾才是最无要紧的，一个唔一个就好。咱还佫顾虑到一个好，看人一个好，哇，人个生活遐尔啊好，人遐有钱，无怪人个心情较有法度，甲我拢无打无，要安怎收啊？啊，若安尼我袂收，毛许作好个无咧收，啊毛许作善个咧收，到尾啊上安全是甲四千之间安尼。四个我配上第二其中一个，毛票有作国票的，拢有人食的，收到拢成的，也毛作好食的，作有诶咧，无收咧，无收到尾安尼，风龙所收咱皮啊空空是白白的，安尼定起，从安尼比较，咱就通体会，通了解，希望咱大家会当共同努力，为道来打拼，大家会当了咱的愿。尽咱的职责来去做，修心养性，只要心心够意嘛，心够保护势，我要办事足简单啦，可以做我困的啦吼，就让我困啦吼，让我甲牵架啦，安尼啦吼，自然而然，咱家己也修好，自从咱的好会得过别人，当别人就会当甲咱接受，去关注确实变化观，人嘛较爱参咱行，像咱的品行安尼，有人是讲善加参咱行。有改变，较早安尼进来安尼，自然而然你要去做什么啦？莫讲人歹做，你都要改变，要怎去做？慢慢想想，所以讲呢，时间也到，拄啊前人助兵吼，有这个机会啦吼，讲两句啊，有当时啊讲了来较甜吼，望前人助兵各位端主人才会当体谅啦吼，好较不好到遮啦吼，有不足之处呢，慢慢注意前人。前年大家做前年，互我之前互我最大的盼望啦！今仔高高声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祝我。
神现在今仔日听着着，今仔讲是讲进行无限哦。啊，所以今仔贵神现在咱会想这个地方的心哦，来在进行心，啊会想到咱地方，啊咱即马还袂地方哦，所以请咱贵神哦，大家爱感恩，抱着种虔诚的心来等待哦，等待咱的真灵文书来上神课。十架贤人功，宋架各位点是功。